成绩一二三年班平均分系八十几分啊，名次都系一二三。放望测验，忽忽都唔合格。下学期第一次家长会嗰阵时咧，老师就话俾我听话，可能会留班咯。即系考试成绩唔好啊，喺全级嚟讲系尾五咯，四十几咯，平均分。当知道留班嗰时候真的接受不到咯，激动喊咯，等于就好啦 ，boys and girls, form one, form two, and form three student.香港实施九年免费教育已经足足二十年，普及制使学生之间的水平差距越来越大，教育普及于是学位有价，政府设限额，以致留级制为很多学校忽视。我将会先先派发中一级家政科的答题卷。教育处规定每一个学生只可以在小学和中学分别留一次级，小学留级人数只是准许全校人数的3%，中学就5%。我哋叫佢做阿玲，佢今年重读中一，因为旧年全级考尾五。邓校长间学校中一五班，每班只有一名留级生，比率只系2.5%，并未用足教育处准许嘅5%配额。点解呢？校长话，留级未必对个个程度追唔上嘅学生有用，况且一班已经要收40个学生，再多加一个留级生，老师嘅工作量就会加重。十年前创校嘅时候，学校本来冇计划推行留级制，直到发觉九年免费教育坐直升机咁累咗部分学生，先至改变初衷。其实我哋都发觉我哋冇留班嘅制度咧，好似对一啲学生啊，好容易咁啊，好容易坐直升机咯，直升晒上去咁，即系嗰个对部分嚟讲，好似鼓励唔到佢嗰个自学嘅态度。咁所以其实我哋最初开始咧，系有少少咧警惕性嘅，即系咧系警惕学生，你唔系你完全唔出力就直升机咁啊上得去噶啦咁。怎样厘定学生留级的标准呢？邓校长说老师一直意见纷纭，究竟应该给一些成绩稍差但是有潜质的留级，抑或给那些成绩最差的呢？他们亦很担心学生误以为留级是一种惩罚，不但错过翻身机会，甚至弄巧反拙。目前邓校长间学校是以成绩最差作为留级标准，去年班主任和老师开会一致通过应该给阿玲重读中一，因为我觉得他其实自己中文和英文的底都不差的，不过就是懒，我觉得他还有很不在乎那个态度，当时都挺嬲的，因为都成日跟他说喂考试你好去温下书，他就说好啊好啊，但主任头就拎了牌头去打了。佢其實我覺得佢只要肯讀咧，稍微勤力啲咧，佢已經得噶啦。甚至咧對答案嘅時候咧，你寫低佢啦，咁佢就答翻我就話：你出年都唔會出翻呢個題目噶啦，或者你下一次考試都唔會再咁樣出噶啦，我做咩要寫啫？
咁我就覺得即係可以睇下試下俾少少教訓佢，希望佢自己諗翻通啦。所以就決定係，即係我係會決定係俾佢留班咯。可能上一年驕傲啦，以為自己好叻啦，又升咗 Form One 嘅 Band One 學校。不聽書咯，淨係翻去考試嗰陣時啊，我就諗，唉，識噶啦，唔使噶啦，真係好似考天才咁樣咯。留級推使阿玲好好反省，過去半年學習態度有咗改善，佢並冇因為留級自暴自棄，全靠父母支持佢。有時睇睇下書咧，又覺得眼瞓，咁個魔鬼叫我：哎呀，你瞓啦，你唔好再温啦，好攰啦。所以啲嘢要靠你自己咯，係咪先？學如逆水行舟嘛，不進則退噶。所以依家開始要勤力，知唔知啊？即係最緊要，我覺得家庭啲父母嗰方面要幫佢咯。嗱，佢留年班翻嚟，如果你父母有話佢最需要你咧，成日都留班，冇鬼用嘅乜乜乜，咁咧又更加咧令到個細路仔冇發奮。你一定要企喺佢嗰边，点样去安慰翻佢，扶翻起佢？我日日睇住佢啊嘛，我冇做嘢啊嘛，即系希望佢自己再勤力啲啦，冇咁身散啦。今日功课仲会送好啲噶。佢留班对佢日后仲好添，因为佢基础打好咗。如果夹硬上咧，即系夹硬就冇幸福啦。你根本就未到嗰个程度。全部都要喺書學翻嚟噶嘛。阿玲好彩，除咗父母接受佢留級之外，同學亦冇戴住有色眼鏡睇佢。新嘅同學接受，佢哋都好好，都係當我係一個普通嘅同學咁樣睇咯。大家平等咯，唔會話你大過我，真係唔想同你一齊啊。小學嗰陣時用中文講嘅。啱啱翻温嗰時完全聽唔明噶咯，又唔知講乜嘢，又唔知佢喺度做啲乜嘢，咁所以冇乜心機聽，有時會黑眼瞓都唔定啊，聽得明咯依家。今次都有進步，睇得到咧，即係閱讀理解咧，其實佢都唔係扣咗太多分嘅，睇得出咧喺文法嗰方面咧係好咗。其實50分就合格噶啦，因為如果以佢呢一班嘅情況咧，就係60分係平均分。咁佢今次有63咧，雖然係只係即係高少少啦，但係都係平均以上。作文就幾好啊，都幾通順啊，嚇亦幾有內容啊，即係覺得佢係上進咗咯，可以講。咁佢其實個底唔差嘅，嚇舊年佢作文都幾好噶，咁樣不過就睇得出佢係好唔願寫咯。好朋友嚟嘅，其實我就最猛就係好不在乎咯，係咁今年就唔係咯，咁做功課咧都係好準時交啊，主動咗啦，同埋冇咁發夢咯。咁其實爭好遠啊，真係。陳老師喺阿玲嘅周記鼓勵佢繼續努力。想翻起當時要呢個學生留級，佢話其實都冇乜把握。我都驚佢咧對我態度會唔會點咧？最衰你噶啦，如果唔係我唔使留班啦咁樣，因為佢都可以調翻轉頭。你都話我衰噶啦，我就衰啦。其實當初決定留佢班有少少殘忍嘅，覺得自己都咁。不過即係如果見到佢咁樣真係好咁啊，對覺得對佢父母又有少少交代啦。因為當時佢媽媽都好哎我話你唔好俾佢留班啦，唔使佢留班。我話唔係咧，我覺得留班對佢好嘅咧。你即係揀俾佢升咧，佢追唔到咧，我話害咗佢嘅啫。學者表示。學校有責任把關，拒絕俾嗰啲成績未達到水平嘅學生直升，而且及早發覺、及早留級，去鞏固翻基礎。你哋列升咧，需要考試列升嘅，一定要清楚俾人睇到你嘅列升嘅。但係你哋咧，好多同學咧，我哋叫佢做阿明，佢小一開始就喺呢間官立小學讀書，今年重讀五年級。但是校長老師都很清楚，他只有小學二年級的程度。
你哋嘅熱色一定要。一二年班自己嘅成績點？嗯，未啊。一二年班嘅時候。嗯。咁三四年班呢？三四年班都係。咁你自己想唔想留班？嗯，少少想。阿明由姑姐凑大，姑姐一直好担心佢嘅成绩。呢两年已经请埋补习老师帮佢，希望佢追到学校嘅程度。本嚟啦，本都唔识。本唔知边个本？呢个本字啊，本书本啊，本来外子梗系识咯。他的压力比较大。啊。直情已經讀唔到啊！啲字太多唔識啊，要寫啲幼稚園啲字咧就真係演合都唔得。所以有時我覺得咧，個讀書咧，香港咧，佢哋對咁樣嘅人咧，唔知道應該有個辦法對可以安排到佢哋。咁好似嚇，好似外國咁樣讀書咧，就冇咁樣填壓。你讀唔得再讀，讀唔得讀，讀得你得為止，都冇限定你年齡咯。所以留級咧，對佢嚟講咧都冇作用，冇作用。但係如果唔留級，今日升上去有咩用呢？當阿明升讀三年級嘅時候，姑姐已經覺得佢追唔上，要求學校俾佢重讀一年，學校冇應承。前年上五年級，課程越嚟越深。姑姐焦急到寫了兩封信給學校，懇求學校給阿明留級。嚟啊！我次次要求佢就係話我哋學校好好矜貴嘅，咁佢都唔睬你嘅。佢點講啊？即係話就係話學位好矜貴咯。啊！即係佢，我就係我嘅思想上就係，凡係官立小學或者其他小學，唔論你細路仔點樣，就一路捧緊上就算數啦，即係完成佢六年程度就。掂噶啦，讀書哇！如果我唔激起，激到喊都做過啦，唔激起我又瞓覺都瞓唔著，即係哎呀死咗個成績咁樣，第日點算咧？即係自己替佢心急啊！真係我替佢心急。部分嘅小朋友咧，我哋係有咧係建議小朋友留班嘅。如果譬如佢真係差距好大嘅時候咧，如果留班咧。就真係未必對佢有特別嘅益處咯。呢個小朋友咧，好似冇乜鬥志啊，同埋求知啊、努力方面咧係有啲欠缺咯。咁所以咧，就導致佢喺低年班嘅時候，佢嘅成績都唔好。咁但係當時嘅校長咧，就可能希望俾多少少時間佢，睇下佢係咪真係追到先啦咁。但如果唔係佢家長，即係或者佢監護人，其實強烈要求，即係其實係佢都可能會升班嘅。佢依家會嘅，會嘅。阿明因為喺小二嘅基礎打得唔好，所以捱到小五，程度已經同同班同學相差最少兩年。喺呢個時候留級可以話為時已晚。咁全級咧就172人，佢亦都係考172。佢而家呢年係第二年讀咯，即係好似對佢嚟講咧，好似係冇乜作用咯。嗯、中文、英文、數學同常識都係唔合格。喺、中文默書同埋英文默書嗰度咧，一分都攞唔到。九年免費教育規定，學生喺小學只准留級一次。阿明留級之後，成績冇改善。學校亦唔考慮俾佢重讀。我哋學校都係屬於比較受歡迎嘅學校，咁實際上咧，空餘嘅學額咧就真係唔多。你以前未留級之前咧，頂都少嘅，唔好講話嗰啲啦。而家就最低都係頂嘅，最低頂嘅。係英文咧，你就冇咩進步，英文咪同以前一樣。
我哋叫佢做阿芬。佢四年前由大陆嚟香港，一年级未读得上，学校就俾佢升二年级。结果二年级要留咗一年，而家读紧三年级，但系仍然未追得上水平。应该一年班都要留班啦，一年班佢自己个名都唔识写，叫佢写一二三四，写到十佢都写唔到咁样。廿六个字母就完全唔识，廿六个英文字母啊！一加一佢都唔知等于几多啊！咁你点读上去啊？提出留班佢都唔系几中意咁嗰个班主任。学校嗰个班主任成日想开除佢，叫佢读翻幼稚园。佢班主任讲九年免费教育，你留个班就变咗十年，就咁样。佢声明话留一次班就冇啦。如果佢香港制度咁样都系冇办法噶啦。佢话九年免费教育。自己攞錢出去俾佢讀就肯定冇辦法可以咁多，經濟能力問題。香港實施九年免費教育，一個小學生政府一年要付出22,000多元，如果俾一個留級，就即係一年多使20,000多，所以政府定有限額，小學留級比率唔可以超過3%，中學就5%。细蚊仔咧就系、是、教育处嘅主要嘅客人嚟嘅，我哋叫客人又好，我哋即系佢哋系我哋最关注嘅小朋友嚟嘅。咁如果系有需要咧，我唔觉得系因为留班系需要多咗额外嘅资源咧而影响到学生嘅学习。咁我哋睇过往嗰个需要都系咧喺中学嚟讲5%。在小學來講3%，大約就看到的需要是這麼上下。在這裡呢每年都有可能有些不同，就算我們給了這個限額，那些學校都未用足這個限額。家長要求學校給子女留級，學校說學位有限，重讀是不是一定有助學生追上程度？教育處認為有太多因素影響留級生的成績，但是目前就仲未有计划去研究或者评估留级嘅成效。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嗰、那个好处未必系个个同学都系有同样嘅得益。我哋值唔值得用一啲资源去揾出一啲资料系我哋都未必有共识同埋认同嘅？我哋叫佢做阿光，佢留级系父母要求嘅。冯校长觉得批准一个学生重读，帮佢哋，学校就必须先接纳佢哋。留班我唔会经常提，我亦都唔会提，但我就会关心翻佢，你点啊？依一轮好啲未啊？就当一个平常心，做一件平常事。睇到喺同班學隊裏面咧，佢由周圍兩頭望，以至而家透過樂隊培養到佢較為專注嘅精神，佢會知道嗰個合作同埋專注幾緊要。佢設計嘅小畫家裏面所做嘅嘢咧，哇！你會睇到啊，你做得好好啊，我感覺到佢感覺到自己有一種滿足感。就是今次的成績表，其實我都覺得他真的成績不是真的有問題，問題就在於他寫得慢，即如果解決到這個問題，我覺得就他根本是沒有問題。有什麼覺得自己進步了今年？其實有沒有想嘢想太了，一些叫積極的說話，會說一些好的說話給自己聽，是不是經常都會說好的話。校長和老師都擔心留級会打击学生的自信心，以致弄巧反拙。这间学校和社工合作，设计了一个提升自尊感课程，协助留级生克服心理障碍。其實你想唔想留班呢？唔想。
好丑。点解会觉得？点解会咁样觉得？全校都冇一个留班，得我一个留班咯。当一个学生留班咧，唔系因为一个学生嘅问题，系牵涉到一班同埋整间校嘅问题。其他同学可唔可以接受佢咧？佢可唔可以接受自己咧？其实最主要系帮佢点样自学。佢有信心学习嘅话咧，佢就相信自己我得嘅，能够提升佢个学习能力、佢个专注力、佢个自信心。用你而家手上嗰两张报纸，同埋嗰五条橡筋，同我砌一个塔出嚟。个塔唔冧嘅，先合格。教育统筹委员会正全力检讨教育政策，有成员建议增加留级次数，将小学同中学本来只可以各留一次级，增加到两次，小学留级人数的上限要由3%提高到5%。咁如果你个教育制度系配合得好嘅，我谂每个同学亦都系，即系每个学生亦都系好中意读书，好中意翻学。上堂好喜欢听先生讲的，我想会没有人留班的，一定。